2020年1月，新冠疫情在武汉急速扩散，人心惶惶。什么意思嘛？不行不行！现在的情况太危险了，小区为什么封？因为有确诊病例啊。我发烧了。不至于，不就发个烧吗？武汉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？全国人民都知道，你还敢去？我们6楼呢是隔离病区，里面住着都是重症病人。病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。素素，咱走吧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和任性？自私任性？你说谁啊？我是个孕妇。啊？脚跑了？站住！你知道这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抗疫物资。我要省下来，给这些年轻的病人治吧。我们国家系统富强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。阿姨，救他！你快醒醒！我是来请战的。我是去打仗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不用多开几天车吗？不当我暴打武汉了？咱们这次建的是医院，是拯救武汉的大工程。方舱呢，是我们疫情最后一道防线，所以真心不能乱。他喘不上气了。我爸爸才没有生病，我爸爸健康的很。交给我吧，走。打开心电监控。你们都是太辛苦，你们真的就是太辛苦了。我用心对待每一个病人，他还是做不到令所有人都满意。没人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，但我至少可以做自己的英雄啊。你们怎么不跳素舞啊？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全国都在给武汉捐粮捐菜，不是讲究吃喝的时候。这特殊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是，你有心了。自己掏钱包了一个餐厅，免费给我们医护人员送盒饭。谢谢你，辛苦了。你们辛苦了。对，一定要先把物资送到。好。妈，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武汉。我想留在武汉当志愿者，我想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。你能做出这样特别的选择，我要为你骄傲。援鄂医疗队的使命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更多危重病人。你们都是逆行的英雄，向你们致敬。您得相信我，我们一定能把你们治康复的。只要大家能够健健康康，我们的工作就值了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到最后，送走每一个病患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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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汉加油！